妈呀！今日的天气到底是什么鬼？等下，镜头超脏的。现在时间呢是1:20，为什么我又会这么早起来呢？原因是因为我要先去玩具反斗城跟肖大哥他们换卡，换什么卡呢？等下你们就知道了。刚刚也听到其他人有讲说他们在玩板已经打完了，你知道吗？超快！你知道他们是几点打卡了吗？这玩板刚开店，他们就开刷了。如果是2小时就打完的话，绝对不可能是慢慢打，一定是快一头。在玩板那边呢、啊，你除非是中午的，不然的话你就只能等到晚上，没办法参与到跟他们中午打卡的行程。我觉得今天1:30算蛮早了，没想到他们更早。我们现在就去玩板来去换卡吧。还有今日的天气，内内的超冷。如果跟冬天做相比的话，可能还没有那么冷，它却是在这1-2个礼拜里面最冷的一天，真的不浮夸。我现在手感觉都快要冻僵掉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来，你跟毛哥一起刷。哎呦，毛哥又不见了。莉亚跟哥哥，这个就是基本补条啊。所以这是金加黑，然后后来休息他之后，我们就耶。看这一条转，这条转，那我又打到一张。等一下，那我把那个。镜头还好吗？今天肖大哥他们打那一条是金黑同销，金蛇，怎么这么好运啊？至今是出蒂亚加哥哥，这是很正常的补卡的条序。我这几天有人私密我，问一个大家都一直在问问题，请问点数该怎么看啊？在最后的那个界面左下角的那一个那边有一个点数，就是我们再去注意的。那如果你问的是如何看卡序的话，我只能讲去找一些朋友或是比较老手的人来去做询问。我呢没办法来去公开这些资讯。好，我们现在一个个，我们打电话跟老板呢。噔噔噔噔噔，这里哎嘿，盒数呢好像没有减太多，好像只有减少1-2盒而已。有很多观众希望我去玩其他的机台，所以我等一下夹完娃娃机，我会来去玩其他的机台。至于是什么机台呢？预计我是要来去玩一下，试玩一下我们的音乐机台。时间呢，希望能在3点之前就赶快过去，不然的话，那些音乐机台都会因为学生放学后都很多人，会排很久，而且我在那边玩音乐机台，我也非常的怎么讲，会害羞。这是我钱包里面仅剩的500。绿茶在下面玩我们 PTCG， 所以我们不能用这一个摄影机来去做拍摄，我没有第三只手，我们要用 GoPro 来去做拍摄，就是现在。哎呦，功成身退。好的，今天的目标呢，希望能在保夹之前就可以直接投出。我们先瞄准正前方的。哎、欸，有机会，不要拉回去。OK， 可以。哎呦，这有抓到，可以。过来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的技巧是有变好了一点点呐、啊。好，慢慢拉过来，慢慢拉过来。哎呦，这个旋转爪很帅。哎呀，可恶啊！感觉差点会出货，又回到原点。我们100块钱做一个循环，有。哎呦，这个甩的不错。呀，差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第200块钱呢的进度了，是在我们的边边，我们给它又绕了一圈。好的，第300块钱的状况，它依然屹立在那一边，让我觉得非常的尴尬，似乎昨天的情景有如梦一般。好了，保夹，哒哒哒哒，啊，中了，
中了！有三星！一叠！400块钱烂东西，哥哥，这次400块钱一点都不值得了。好啦，没关系啦，我们已经花了钱了，都打了 Trita 了，我们还是去玩一下音乐机台吧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去先跟绿茶会合，我们就去 ATT 的4楼那边试玩一下。买买是这样讲吗？现在我们来到 ATT 的4楼，对，在这边有很多的机子，夹娃娃啊，玩音乐游戏啊。我发现人也还是很多哎、欸。你还是比较喜欢玩这个哈、哦。现在就已经有，我本来想要预计来我试玩看看这个机台，后来发现人还是很多，平均一台吧，大概也要等个对快十分钟有。可是你知道，一个新手在一堆老手氛围里面，他很难让人家介入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新手过去那边献丑，好丢脸哦。初音的那个我也没有玩呢，我还没有玩过。随便选吗？没有，你可以自己选。那我这简单，这超简单的，好吧，先练个手好了。我觉得简单的话好像不会有太多的，对，好像就一两个还是一个而已。两个。非常的好奇到底怎么玩，因为它好像是根据上面的节拍啊，就是前面有几个打点，你就要跟着这个一起按。那阿基卡的位置做得好下趴哦，超帅的，你知道吗？它可以两个玩哦。是啊，有一个老手在旁边教，觉得格外安心。No， 我没有，我你知道，我每次玩什么游戏，我都挑战最难的，因为我觉得。就是你要先被虐过，你才知道哦，原来这些那么简单。哎，我觉得不错哎，感觉蛮好，我觉得还蛮。可是它有几个，像是那个蓝色是要连点，大蓝色是要单一起按，所以。在完全不知道的状况下在摸索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
错呢，超好玩。看你在玩，我也想玩。有没有？哎，那隔壁是 S， 我是 A 啊。来，最后一首歌给你试玩看看。我看不懂啊。我看不懂了。新的感想，新的感想。好乱哦，好乱哦，对啊，超乱。这个机台呢，我觉得非常的好玩。初音的机台来讲，这个机台会让我觉得更有趣，可能因人而异，但至少我玩这个的感觉还蛮不错的。OK， 各位，我们要开始第一次玩这个麦麦，统称洗衣桶。我们一直在旁边观望，但一直都不敢来玩，因为感觉好像是玩家跟新手有一股隔阂。但这次呢，有一位老玩家带着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新世界，一次要六枚，30块钱，3首歌，来开始试玩吧。就由老手来选歌好了，我们就不要乱整。隔壁打的是 Master， 好烂好不好？等下先去按号。就比的话，我因为它就只有在那个空格里面，所以我可以像玩打地鼠一样用自己的反应能力。可这太广了，是不是？不行。没有，你没有他的，那只是再高一点点的版本而已。还不错啊，没难到哪里去啊，可以啦。而且我还蛮喜欢这边的排队机制，因为它其实感觉好像有4个机台，可是因为麦麦它是2个为1体，所以你要玩就是一起玩，不然的话就是一个人一个玩一个机台。那我们就准备先离开了，谢啦，谢谢。好玩，好玩，好玩。大家再见，拜。总结而言，音乐游戏真的有它的魅力存在，很棒。然后我们今天试玩了3台的音乐 in game 大型音乐游戏，我都觉得还算蛮不错的。大概目前里面最喜欢的，应该说最新颖的还是麦麦，因为那个感觉真的不大一样。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在玩那个打的那个机器，我不知道它怎么称呼啊，对。还有 VR 主题，主任，你要打 VR 吗？可以啊。好，那我们进去玩个 VR 好了。那我们刚刚忘记要玩 VR 了。我们今日根本就是来 ATD 这边体验所有的游戏嘛。好玩，好玩，好玩。好，过去看一下吧。好变态哦，你的等级46等哎。好什么？各位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，我觉得这个 VR 体验玩的还蛮不错的。对于你们是否要买 VR 的，可以先玩看看，你觉得不错，在家里再去买。可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像这样子的空间。如果你没有一个足够的空间来去放这些 VR 设备的话，你就玩得不够尽兴。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事情也做得蛮多了。我想再打一场。好 ，OK 啊，我等你。今日体验了好多个机台哦，包括我们的 VR。我在玩具反斗城呢，跟肖大哥换到的卡片，跟我交换的是这张，嘟嘟，金卡奥宙斯，终于拿到了，耶！
如果你们是有打到金卡的人，可以去观察一下阿尔宙斯都还蛮大损的，就是他的这些，你可以看到上面的亮片啊，其实是有刮痕的。如果你不喜欢有损的金卡阿尔宙斯，你可以寄回去来去换一个美品。但雪兔呢，单纯只是想做搜集，所以也没有管说是不是美品，有这张就够了。目前我们九弹最后一张就剩下固拉多了，我打卡就可以不用为了某几只而打，我就可以轻松的打，就想说，哎呦，多一张蒂亚路卡就多一张，多一张黑虎帕就多一张。而在林口三级那边呢，能包台的，因为九弹大缺卡，现在补八弹了，我也没办法过去那边去做刷卡。然后在 ATT 那边所玩到的音乐机台 ，Mymy， 我认为蛮有兴趣，想要去多玩一下。而另外一个打击的那个机台，我至今还是不知道怎么去讲它，觉得非常的好玩，因为它萤幕很大，可是真的好累。算按价成功了吧？请我去玩别的机台，夹娃娃、宝夹，还有夹到黑卡或金卡，这一点就还没办法哦。就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失常，有那个甩夹的意识，可是对于那个夹子的位置，还有它是否能这样往后拉的这种感觉呢，还要再多加练习。好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是雪兔。如果喜欢今天的 vlog 的话，留下你的喜欢在右下角哦。留言给雪兔，按赞给雪兔，每一则我都会看，是否会中就要看你的按赞的难度了。订阅雪兔才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。那我们就明天的 vlog 再见啦！对，明天没错，拜拜。